我们在梅园往这个深科院的这个方向上面看见的这只乌龟，品种不知道是什么。嗨，不知道它是不是原本就是生活在这边的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。它在这边一动也不动的，已经待了很久了，很久了，一个小时有了。有。所以现在也已经九点多了吧？9:40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是那个梅园后面的凉亭啊，它的路灯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驻警队看看，能不能帮助他。好。